哎呀，看来他们这生意不行，要黄。这个我在海珠口腔上就可以挂号，就是那个新开的公立医院，它现在有义诊，都是挂号都是免费的。那我这个要是挂医生都是正经公立医院的，还医保什么的，那个而且还是周六有空，我这周六日都可以挂，这我找什么那个私立的那个什么花钱去呀？我首先就不放心那些私立，哪怕他69洗三次牙真的很便宜，我主要是不放心呐。同样是新开张的，我觉得我去公立医院这个医生义诊的这种，那至少安全有保障呀。那他花不花钱其实都另说了。看看周日没有号，周一没号。我这个是革新路的这家店，我刚刚是挂的拔牙外科，口腔外科，然后看的是周六他有号的，还有免费的零元，而且你看各档都有，时间都有，也不那什么，我就不信正畸科它都有不要钱，正畸也可能更不要钱，因为它正畸后面是大头，现在还没开放，周五的有，周六的为啥没开放？还没到点放号呢，周五的有号，周四的也有号，还没开放，周五的有号。哦，你看那个时间段已经约的差不多了，这个正畸还是比较热门的，这个但是它是这种义诊，所以也就是意思，就是可能就义诊一天。然后你看从早8点到晚上下午4:30，每半小时一个号。